尊厨易得购，厨具购物网，汇集世界知名品牌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易得购。各位看到这一台是进口意大利的 Candy 的烤箱，它属于来说是属于比较豪华型的，它的编号叫 FPP607XTW， 它最大的用就是说它是有八段式的控制面板，八段式的功能，相对来说它的最高温度是可以达到250度。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功里面有一个披萨的功能，就是说直接你走到披萨，把现成的披萨直接放进去，它可以就可以做烤披萨的功能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这是用电子程式设定式的，只要你操作好任何一个界面，然后做操作，它就可以做使用。相对的，它的玻璃的面板来说，我们是做双层式的，就可以做隔热。Centos，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